小果，英国。 你在这儿啊？找我？明知故问。找我干什么？怎么都不回微信啊？有人。 林阳，你是想我了。 是过来安慰我，你因为我妈妈的话，对我有意见？不是，还说不是，没话讲就没话讲啊，装找东西，没在装。 你刚问那两个问题都不是，我没事找你。没事就回去吧，我一会儿也走了，我送我弟回去，他们家住外省比较远，会到很晚。 等着，小果，英国。 老板，你这樱桃怎么卖？嗯，试试无印的。来两篮吧。嗯，选一下。嗯，一篮留着，另一篮给孩子。留着。对，留着。有爱吃的人。还忍不呢？ 我去拿。我妈给你拿了。我给你拿下来了，不用上去了。谢谢你们。还来上你姐去呢？没有。那你是下来这么久找什么呢？嗯，没找到，可能落家里了。哎，你好，你们家小孩挺逗的，刚才上我们这桌啊，找果果呢。<笑>小孩不懂事，多包涵。 没事，孩子嘛。要走了，嗯，走了。先走了。
走了，哎，来吃一个。要找姐姐。哪个姐姐呀？姐姐要找姐姐。刚才小优一直说要找姐姐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姐姐。小优，我们下次再去找姐姐玩好不好？好。吃吧，我们一上午等你呢，没怎么吃。你们吃吧，我不怎么饿。 你这一上午没吃东西，不想吃啊？你好，你要的螃蟹。啊，来，这个，谢谢啊。啊，慢用。好，大菜，螃蟹。吃吧，多吃一点。 哥哥啊，那个孩子的事儿，那个林一阳，再跟外婆讲讲呗。我回家再跟您讲吧，我有点晕车。不用，不要紧吧？没事。嗯，好好休息啊。 你跟那个林逸阳很熟吗？嗯，还行，挺投缘的。孟小冬不管你啊？小冬哥跟他更熟。孟小冬没跟你说吗？他小的时候被林玲用砖头揍过，医药费就是这个林逸阳陪着他一起送过来的。啊？是他？对呀，外婆。哎呦，那个事把我给吓的呀！ 我还以为小东得罪谁嘞，那也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，而且小东哥现在跟玲玲关系也挺好的，他何止这一桩事儿啊，从小到大都有事儿。看来你对他印象还真不错。我说过多少次，不要当着外婆吵架。<笑>没吵架，讲道理不是？我也没吵。 我就是觉得林阳今天诚心跟您敬茶，就是想替他解释两句。您跟我姐都是体育局的，要是都对他有意见，那对他不是不公平了。妈妈不认识他，没私交，也没交恶，但确实不喜欢他。先不说小东的事儿，妈妈是裁判出身。 无法欣赏一个初创过同行的人，也许妈妈是因为爱你，不多评价你的朋友，但内心不会改变什么。小果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要学会接受这世界上没有完全想法一样、立场一样的人，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有自己的性格，也有自己的生活经历。 再亲的人也不同。